今天这款洗面奶家人们一定要囤啊，我已经试了很久了，然后有一点就可以，它这个泡沫特别细腻，它成分是氨基酸的，洗完之后吧，脸一点不紧绷，然后清洗特别干净，像三角区油多的情况下你们就洗两遍。现在是29.9拍一番，发三，大人孩子学生都能用，我大闺女上学带的也是这款洗面奶。洗完之后脸上一点都不紧绷，然后柔和度特别好，这个你们一定要囤啊，超级好用。